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现如今，在我国众多的交通工具当中，高铁是最受欢迎的。速度快不说，价格还比坐飞机低，而且安全系数也高。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，比中国高铁还快的列车，时速高达六百三十公里。为什么在我国却没人坐？它就是磁悬浮列车，时速高达六百三十公里。当磁悬浮列车靠电力运行时，列车轨道之间会实现无接触运行，减少了轨道与列车之间的摩擦力，所以速度也会大大提升。 而目前我国的高铁运行速度最高只有三百五十公里每小时。不过磁悬浮列车虽然速度快，但至今在我国都无人乘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磁悬浮列车最早的时候是由德国设计的，不过那时候的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并不快，只有九十公里每小时。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也赶超了高铁，达到了六百三十公里每小时。不仅速度快，而且还环保。按照道理来说，应该非常受人们的欢迎才对。 但它引进中国后却不受国人的欢迎，这主要是因为它依靠电力运行的，一旦出现断电的状况，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。毕竟磁悬浮列车的安全性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。但其实如今的磁悬浮列车在经过我国的技术改进后，安全系数得到了检验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乘坐了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